non có hơi hùi rồi đi đi ăn tìm bộ ở quê大金榜，有备而来。如今大军战败而回，输得我束手无策。如今将军身受重伤，多加多，细加细，只怕连累将军全城下面，这是要叫我如何是好？有无化解之计？岂不是陆安秋将爱失守了？好，也束手。我听见花花声声
问，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？虽然如今大金榜起兵犯界，平平的挂下边显摆，但今天的天灾主演的还本本不落，到底是为了何事啊？夫人啊！上大金榜，如今千百心肝难，光看白面，个个来凄惨，何我心中？爱不安，是不听啊，不管对我来讲起，明白些。为了前途，为心所，三秋无情，无人守护宿敌我，烈心那无数，怨叹自己。无良大丈夫，哇！是不落，下地见面就是两龙关，六虎关，西天汉代人是不。令你到上房，一切大事两转转。是吗？哎呀，走，夫人面前好命啊，给当解决今天不哪的。为你挂满花心碎，两地开花出难泪。秋夜水边来写去哟，望得滚滚面前改为。两地茫茫，将军不免死，一时也苍天，令敌大破危机。就将佩心送回六龙关，下个日修仙祭礼。夫人，夫君，夫人出了卡的，会当写佩心，到在六龙关。如果元军若是到位，万地帮忙，那的将军就有救了。是啊，林帅，一人做着不但两人所娘。
现在既然两点配信下出，相信太大人必定会出手相帮。不如雷弟兄好胆加应。